我们今年是来台湾交流观光交流的第五年，所以特地来这边宣传台日的友好交流。那第三件事情就是今年五月的时候，我们在东京晴空塔会有一个台湾节推销台湾，所以今天就是东京晴空塔社长在酒店在晴空塔妹妹邀请各观光处的相关的各县市的娃娃集合在这里，我们一同来办一个大型的 party， 所以我们现在即将。